大吧？啊，他是北艺大，在北艺大，以前国立艺术学院。哦，你是有毕业吗？还在念，还在念，还在念。你们学校进学校的时候没有身高限制？又不是当兵，干嘛还有身高限制？我不是全校最矮的。你不是学校最矮的，我们有一个音乐系男生啊，所以哈比人是真的存在的，他是小，他小人麻痹。可是我真的还是有比人家高。你多高？158.7。一五八，恭喜你！这158的男生干什么啊？哎呦，高哥，哎呀，好高啊！你知道我多少？好高，我168。我就是演一个也是很悲伤的戏啊，然后别人老师在下面带着我们全班同学啊，然后就大家就是。然后老师说：“不要这样，给他一个机会，给他一个机会。”然后自己一直笑。对，矮子也有难过的时候。对啊，就是比较稍微秀小一点啊。那拔马子会比较难拔。你的射程范围比较短啊。什么叫射程范围？对对对，我们再教，再高，教到167吧。那也已经就已经就像带猴子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什么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有伪装帮帮帮帮忙，哎，不错不错，对，就是，所以啊，其实刚刚我们讲完那个演喜剧人要有幽默感之外，脑筋还有点神经病，啊，这蛮好笑的，他们就是一种不用说话就可以表现出他们的幽默感的一种喜剧，其实这个很厉害，这要大家有默契才能演，是是。那纳豆你是哪里冒出来的？我是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的。台艺大，对对对对，关注那一件。这个纳豆是我女儿的这个偶像哦。那是北艺大吧？啊，那是北艺大。在北艺大，以前国立艺术学院。哦，你是有毕业吗？还在念，还在念，还在念。你们学校进学校的时候没有身高限制？又不是当兵，干嘛还有身高限制？我不是学校最矮的。你不是学校最矮的？我们有一个音乐系男生啊，所以哈比人是真的存在的，他是小，他小人麻痹。可是我真的还是有比人家高。你多高？158.7。一五八，恭喜你！这158的男生干什么啊？哎呦，高哥，哎呀，好高啊！你知道我多少？好高，我168。可他坐我们椅子，脚都碰不到地。真的，我的妈！我们是演一个也是很悲伤的戏啊，然后别人老师在下面带着我们全班同学啊，然后就大家就是，然后老师说不要这样，给他一个机会，给他一个机会，然后自己一直笑。对，矮子也有难过的时候。对啊，就是很有矮子好狠，会演悲剧。对啊，来背一下，我好矮，我真矮，这辈子我从来没有看过比我矮的女人。所以，我只有做 gay， 但是还是没有这么矮的 gay 要跟我在一起。哎呀，刚刚怎么会有一根棒子让我悲从中来？我不但矮，我还短。好，可以的。他在龙虎综艺网跟我合作过。对啊，你忘记了吗？那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小康哥龙虎综艺网好凶啊，我好凶，为什么？那时候就是我们那有一段，我不知道你以前忘记，就是说我们要跟很多参赛者搭配啊，然后就你一来就来到现场就说，因为你是演大哥嘛，然后受伤在火场，然后我不是要冲出来救你，你还记得吗？然后你来大家现场说，地板那么脏，怎么躺啊？我操！然后就这样，为什么？就
被人家吐了吧？不是，在后台练习的时候，对，那地板太脏，而且躺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啊，大家都要弄啊。那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么脏，你们尊重一下我们艺人嘛，是大哥的风范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也不敢讲啊，他们说你吐大便，他还躺下去啊。那我觉得，那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小康哥很凶，可是其实人就很好。哎，还没啊？还没不秀这样子。他都喜欢什么？我喜欢皮肤白的，眼睛大的，可爱的。根本就在讲，根本就在讲他吧。他根本就在讲他自己女朋友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你啊，你个子比较稍微秀小一点啊。那拔马子会比较难拔。你的射程范围比较短啊。什么叫射程范围？对对对，我们再交再高交到167吧，那已经就已经就像带猴子。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对啊，走在路上你们怎么弄？就边走边弄。来，这是168的，这168嘛，差不多嘛。哎，怎么突然变矮了？你们今天刚好从一个巷子里走到大马路上，然后看到这马路上都演女的，那没办法。刚好走到一个夜市摊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大家在那边聊天啊。你要从转弯进来，有个惊讶感呐、啊。预备，五四三二 ，Camera。哎，我女朋友，你哪家管？我女人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我妈叫我改造基因的、啊。哈？这样？我妈叫我改造基因。哦，是为了下一代了。对对对。要不然你不会跟她在一起就对了。会还是会？我还是会啊。哎，你男朋友这种身高，你什么感觉啊？我没有感觉，我现在对你比较有感觉。我知道为什么会分手了。让我们来看一下打波的高度来。对，没有真打是吗？可以啊。对啊，对啦，其实这个已经紧绷了啦，紧绷。你应该不会打篮球吧？我拍过打篮球广告，我也拍过啊。可是你拍过，但是我不会打。人咧讲追叫，你咧讲啊拔叫。所以打篮球对你来讲也是没什么好玩。因为我们小时候去打篮球，然后一开始就。其实我们现在打的时候，我们都想，我们厉害，就我们矮，可是我们可以在外面就这样用勾的啊，就天勾啊，那时候真的很会勾啊。那可是打到后来，大家都一直长高啊，大家一直长高，真的没有人，同学都长高了，就慢慢变来跟我打篮球了。你长到多？你几岁的时候就长这么高了？没有，我其实都一直都爱长，就是你还在长啊？那你还真缓慢啊？就是我们家都很矮啊，那我从小就一直这样，都是坐第一排、第二排、第一排、第二排，就一直这样子、啊。哦，听说他是他家里面最矮。现在纳豆表演什么？纳豆表演完了。你模仿矮子。我以前在剧团，大部分演的角色都是老人或小孩。那因为小孩矮嘛，那老人得 Q 嘛，那不是、啊。你今天想表演一个小孩呢，还是表演一个老人呢？老人跟小孩好了。好，来，预备，请。这是老人，他是坐轮椅的、啊。预备，请。康哥，你不要打老人哦。小明，小明，你伫倒位啊？阿公，什么代志？你有代志无？阿公，你要什么了？我都醉倒呢。阿公，我帮你倒地吼。免啦啦，小明，我已经抓出来呀！我没有唱歌，对不起，我开玩笑，你们谁看表演啊？